来一波萝卜干的活动，两罐不到一杯奶茶钱，一罐里面有300克，用的是高山萝卜，比一般的萝卜更爽脆，味道真的是绝了，可以炒饭的时候加一点，煮泡面的时候加一点，配个干饭，配个稀饭，直接吃也很棒，麻辣可口，嘎嘣脆。